我今天讲的课题呢，就是利用这个引力透镜效应去实现功的捕获。然后这个课题是张老师暑假的时候讲过，但是我没有在这里。然后我就顺便细化了一些推导和一些细节，然后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这看到就是这整一边的一个思路，就是通过构建一个空气最佳极品计算夹子 BMA， 就是有机玻璃，还有一个这个二氧化硅银的一个多层平面波导，然后这里嵌入光栅，还有一个微球的结构，利用这里的表面张力效应呢，然后这里的在微球附近的一个区域，这个有机玻璃就形成一个厚度连续变化的一个区域，然后通过 TM 膜来进行跟这个波导进行耦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出这个距离，还有跟这个轴线的距离，跟这个厚度的一个函数变化，然后再利用这个 TM 膜的一个本身的一个色散关系来得出它折射率跟这个离轴线距离阿鲁的一个指数型函数的一个关系，然后呢得出这个函数关系之后，然后再由这个折射率作为一个生成函数，然后进行理论计算，然后再利用弯曲时空那个广义相对论那个各项同性的度规来求解爱因斯坦常方程，就得到物质还有不压强的分布，最后呢能求出这个光子的运动轨迹，然后求出临界点，然后来实现光子的捕获，然后这个厚度，这个都是实验方法，一个是原子力的显微，还有一个是光线的干涉，后面没有提到。好，第一部分就是一个样品的构造。首先呢，在二氧化硅上面覆盖一层50纳米厚的银，运用聚焦离子束加工技术呢，在银层中嵌入周期为310纳米的光栅，然后银上面是一层有机玻璃，有机玻璃里面有一个按2:1比例掺杂一个硒化镉或者硫化锌的一个量子点，这个量子点就是为这个光线服务的，因为它光线传播的时候能激发量子点，然后生成利于这个照相机捕获的一个图像，然后在这个 BMA 上面嵌入微球，刚刚已经说过能利用这个表面张力效应呢形成一个厚度的一个连续的变化，然后这个是实验的方法，这个就是利用实验方法探测到厚度的一个两种方法的比对，这个就是那个原子力显微法，然后这个就是干涉，这相当于俯视图，一个对 BMA 的一个俯视图，然后这个就显示厚度，这边就是一个微球的，然后最后能得出一个结果，就是折射率呢，然后跟这个离轴线的一个距离成一个指数形式的分布，然后下面就是理论计算，这个也是就刚刚一个扩充一下，然后呢这个就是通过 TM 膜跟波导的耦合的结果，然后能得到一个厚度关于这个阿鲁的一个函数关系，但是先得出厚度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要得出一个折射率呢跟这个阿鲁的一个函数的关系，这个都是这几个常数在实验中的结果。然后对于 TM 膜，其实它是 TM 零滤膜的一个色散关系，这是光学里面的知识，但是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然后呢，这个 H。这些波导，这就是反射系数的一个函数关系，我们可以当成是已知的。然后呢，这个就是反射系数，然后 P 卡里面就会有这个折射率了。然后这个 MV 相当于我们要求解的一个位置数，这个 MI 就是分别那个多层波导的每一层的一个折射率，这个就是波导。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写成这样子，然后在对应足够厚的金属层。再把它简化成这个形式，然后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方程呢跟另外一个方程，对，
刚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是实验探测结果，这个是 TM 膜本身的一个测算关系得出。然后呢，这个 N1 就是我们要求的一个位置数，然后就相当于把这些我们已知的值呢带进刚刚这个式子里面的每一个对应单一的值，然后就会求解出一个 N1 关于 R 的一个函数和关系，然后这个就是作为我们后面求解场方程的一个附加的一个生成函数。啊，这个就是一个实验的一个例子，就是相当于把光纤进行耦合的时候，它会在类型附近啊，由于折射率的一个连续的变化，它会就会实现连续的编程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光纤的编程呢，就跟我们在家里略坐标系里面光纤是直线传播的，但是在非光纤系就是我们俗称的曲线坐标系里面的光纤是弯曲的。我们根据广义相对论的知识呢，这个弯曲的直线实际上也是一种直线，我们称之为测地线方程。正是因为这两者的相似性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折射率的连续变化来模拟这个隐蔽透镜的效应。对，然后这个我们后续讲到，这边就是我们刚刚就是实验上通过那个波导跟六色光的一个耦合得出一个光纤的编程。这个我们后续会提到，就是通过广义相对论求解场方程得到一个东西。然后下面就是两个临界点。好，我们先讲从理论开始讲起。我们先写出一个中心对称的一个各项孔径是光度规律，利用球坐标使用这种形式。然后这个就是能动张量和四维速度，根据这个式子写出度规张量的力变形式和斜变形式。然后这个都很熟悉，就是这个直接写出来。这个系统呢，我们假设它是平衡的，然后这个条件就衍生出两个结果，一个是度规张量的两个分量呢都是只是半径的一个函数，第二呢，这个四维速度是没有空间分量的，然后根据那个 ds 除以 dy 就可以得到 u 零呢，就也很好，时空度规的度规张量的一个第一个分量的一个根号，然后就再分别写出这个四维速度的力变和斜变形式，然后就可以把冷冻张量呢简化成这个对角的形式，然后我们采取这样的量单，八八八聚合系为一呢，就可以简化我们的计算。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爱因斯坦场方程。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计算这个曲率标量。我们都知道，时空度规呢跟克里斯托夫符号还有这个曲率张量呢，实际上是一样的。然后Christopher Singer 是他的时空度规的一阶导，曲率张量呢是他的二阶导，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时空度规出发呢，先根据这个式子，然后求出克里斯托夫符号的每一个非零的一个一阶分量，就可以使用这种形式，然后再根据这个式子求出曲率张量。就可能也是非零的分量呢，就有这么多了，然后再根据我们就坐标的一个缩并，指标的一个缩并，然后就能求出这个曲率的一个标量，然后分别把这些带进场方程里面呢，我们就会得到三个独立的方程。为什么有三个独立的方程呢？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就那个时空度规的时间分量还有那个半径的分量是有相关关系的，所以独立方程呢只有三个。那么我们第三个方程，我们可以用更加方便的方法来得出，就是时空就是能动张量的上度呢是为零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条件把这个散度的形式写出来，然后呢就把刚刚我们求出的归属符号的分量带进去，就
可以得到，哎，得到这个工程。然后这前面两个还是从原来的爱因斯坦长方程推出来，然后这三个方程呢，就刚好有四个未知数。但是呢，我们刚刚说过了，这个 lambda 还有那个 nu 是有相关关系。这个相关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整数率了。然后这个关系就是在材料里面模拟天体物理的一个，我们可以当成一个已知条件来使用。然后现在就足够了。就三个方程对应三个不一定的未知数，就可以解出一个 lambda。先从这三个方程呢，把这个 nu 换成 lambda， 就可以解 lambda 这个方程，就可以解出一个结果出来。这个具体的结果呢，因为这是一个超越方程，还有一个超越解数义，我没有完全还原出这个方程解。然后这个实际上就是刚刚写出来的一个微分方程解。这个解的形式我没有解出来，但是我所以只能换一种思路，就是把这里当成已知，把这个带进去看有什么有趣的或者是我们没有发现的情况出来。好，就先求一解导我解导，然后再把这个结果呢带进刚刚这个微分方程里面，我就这是我能写出的一个较为简便的形式，就根据这个 tension 的一个次数来写出这个形式。可能把这个阿鲁带进去之后，这个、应该是对于阿鲁的一个恒等式吧，猜是这样子。嗯，好，这反正 lambda 解我们已经写出来了。然后根据那个折射率的关系呢，就是那个 n 的平方等于 g 零零比 g 零零。可以写入这个形式出来，因为这个就是 G0 这个 G1 写出来之后就把它带进来。我们感兴趣的就是大脑于二分之派的一个平面上，我们就把这个时空度位量再简化一下，就写入这个形式。好，我们就把那个1 2 lambda 还有那个1 2 带进去，就可以写出压强还有质量密度的一个分布跟阿鲁的函数关系。而我们要求这个压强呢跟这个质量密度呢都是正值，根据这个式子就可以求出这个阿鲁的一个定义域。这个定义域表示什么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理解成微球跟 DMA 的一个接口，因为它是一个球，然后在一个球，然后在这里表面张力效应这样子开始，所以相当于呢这个球跟可以理解成跟这个有机玻璃层的一个接口离轴线的一个距离。然后对于长程大距离的时候，就把这个简化成这种形式，然后它都是相当于阿鲁的一个阿鲁的命令形式啊。然后呢，这就对于一个 n 等于二分之三的一个多方球。然后这类点击的方程呢，就可以用来描述星团的剪定呢，用中子星、红巨星或者是白或者中矮星的一个定。然后下面就要来求这个光子的轨迹方程，就利用这个欧拉拉的蓝边方程呢和这个变分原理。我们熟悉的或者说最小作用量原理的这个作用量的变分原理，这个呢写成这个间隔的一个积分。这种形式，但是这个形式是统一于这个的，因为这里相当于就 ds 除以 ds， 或者 ds 平方除以 ds 平方，我们就可以写这种形式。然后再把刚刚度规统一一下，这种形式呢，把它带进来，哎，这种形式。我们相当于对这个欧拉拉格朗日方程进行重新的一次推导，实际上呢，也可以把这个拉格朗日量直接写出来，然后再直接根据这个。欧拉拉格朗日方程也可以得出这个结果，只不过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这里，然后求一下变分，一样的可以得到这三个方程。得到三个方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呢，这两项都是对应一个常数。那物理意义呢，就是相当于一个一个是能量守恒，一个是角动量的守恒。我们就可以看出呢，这个方位角。时间都是跟能量还有角动量有关。
然后这对于光子嘛，因为光子的话 ，ds 平方等于零，所以这一秒方程，要把刚刚的常数的关系，就这两个关系呢，带进这个方程里面，那么简化成这种形式，然后就可以解出阿姆的微分，写成 a 就是能量，还有 b 这方量的一个函数关系。然后这就是方面讲，两个平方之后相除，就可以得到阿鲁呢对 y 的一个函数的关系，一个微分函数的关系。然后我们就很熟悉的进行变量替换，我们经常会使用这种变量，就 u 等于 h 加 r， 就把它写成更加简便的形式。这个 a 除以 b 呢，就是那个能量跟角方量的一个比值。最后这个方程。这当然都是一些数学的结果了，我都不会解。就解出来之后，它可以写成第一类椭圆积分，或者是采取不同的自变量，就可以写成两个比椭圆函数的一个形式。然后这个就是这种形式。然后这个 SM 呢，就是这个两个比椭圆函数就可以写成这种形式。而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当成呢方位角，还有这个半径的一个函数关系。就用这个方面想呢，作为这个轨迹的一个参数，就已经得出这个光子运动的轨迹方程。然后呢，这个方程有一个拐点，我稍微解释这个拐点的什么意思。然后先看它的数学形式，就这样子。就这个 Q 呢，注意 Q 是这个 A 比 B， 然后这个 A 跟 B 就是对应那个能量和角。就写成这种形式。当能量还有角动量的比值小于零一去跟到二的时候，跟这个式子，或者参数大于或者 b 大于 b 去跟到二的时候呢，这个光子光线就会被捕获。因为待会会说为什么到去等号的时候，这个光子就会在半径为 a 的一个光圈上面进行运动。然后当能量和角动量的比值小于这个数不取等号的时候，那么光子就会要追求中轴线做一个渐进的一个运动。然后这个因为我们已经得出这个 Fi 跟 U 的一个函数关系了，当 U 等于 UT 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求这个整个偏转角，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求这个偏转角。那我就说这个偏转角是表示哪个，这 Q 是第一类的完全椭圆积分，相当于就把这里的 U 呢换成 UT， 然后这就可以得到把刚刚那个方程这个方程形成这种结果。而当右侧光线呢是远离这个光圈的时候，相当于有一个无穷小的量，我们就进行它的展开。先用洛必达定理呢，先对 UT 的一个比值。值进行判断，因为它本身就有点复杂的，先判断它的平方值是有分子分母都是一个等阶的无穷小，不虚零，不是高阶的无穷小，是虚零。然后虚零之后呢，就说明这个零是一个无限，两个都是无穷小的量，就可以进行它的展开，就把刚刚这个式子呢进行它的展开之后，就可以形成这种形式。这 Q 就是。A 跟 B 的一个比值，然后就写个这种形式，就是偏转角的一个在这个条件下的一个排列形式。然后当 B 等于 BC 的时候，就是那个跟到我而言说了，这个偏转角就有一个对数形式的一个基点的一个排列形式。这个就是这个 UT 的一个导数，还有它本身的一个函数。这边呢就是能量的像图，这两个图呢不是我们刚刚说的。然后这个图呢就说明我们刚刚 UT 的一个物理意义或者几何意义。这个 RT 呢就是因为我们刚 U 是等于 A 除以 R， 我们先看 RT 就是这个偏折的光线在这个微球附近进行偏折之后呢，它跟这个轴线有一个最近的距离，我们就取这个最近的距离作为它的一个阿鲁 t， 因为刚好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对称轴，所以就刚好取这个点作为一个参数，最近的距离写成阿鲁 t， 然
然后这个角度呢就是一个偏左角度，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呢，我们就以这两个阿鲁 T 为横坐标，然后以偏左角为正坐标，就可以写出这个函数图。这些点还有这个偏差就是实验值，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是有两个图啊，就是左边这一列的光纤轨迹图的结果，这个红线还有这个蓝线就是我们刚刚这一边有一堆的那个投影图，就是实验理论上的一个轨迹的图，我们就可以发现还是很好的印象。然后横坐标相当于这两个 ROT 的一个平均值，我们会发现当 ROT2 里面这个呢等于 A 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实验测的 28.5 V 引那个，就可以对偏左角就出现基点，就会表明了光线变化。然后我们对于这个刚刚进行它的展开之后呢，得到这个结果了，就很像我们一个比如说一条光线就相当于再无从远过来，你要聚焦到一个焦点上面，这个偏转角就可以对应一个等价的一个关于物距、像距还有焦距的一个函数值的方向。所以相当于这里，因为它右侧光线是从无穷远进来，那么呢它有一个偏转进来一个光径，当小角的时候就相当于把那个半径跟这个焦距的比值就相当于一个偏转进来，然后就相当于那个就可以根据这个形式写出这个焦距的一个比值，焦距的表达式。这个 close approach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就这两点。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彩色截面的一个长度，对角动量进行对偏转角进行微分，这个数学的处理。然后对小角球这种形式，然后再等一下角动量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出的一个临界点，就然后因为它有两个方向，所以就 OK， 然后所以呢这个总的偏转的长度呢就可以写成 OK， 然后它表明在这个空间范围里面任意路线的光线到达被选附近之后都能被捕获，而且捕获的截面长度与光线的发射方向是无关的。这个例子就说明了系统的全方位属性已经指明了光引导还有能量收集装置等应用的可能性。我们就说这么多，然后最后总结一下，就我们在实验上面呢演示了引力效应对光线运动的影响，在光学中进行材料上面的类比，其中包括光偏折呢、爱因斯坦环以及光的捕获等，应用学无法通过在微观波导上嵌入我们刚刚说的微球，然后利用表面张力效应实现它折射率的连续变化，来模拟它弯曲时空里面和立场的效应。光线的偏折以及捕获都能在实验上通过荧光图来观察，然后在理论上面已经我们刚演示了通过对爱因斯坦场方程的严格求解，就表明该装置能够模拟引力效应，因为我们求解之后得出的质量还有质量密度还有压强都是一个关于阿鲁的一个中心对称的一个密域的形式，这个跟正好对于流体静力平衡中的中心对称的物体，就该方法论文里面说呢，就该方法可以用于控制光在集成光电元件、光分路器还有光管机全方位减震器和能量捕获装置中的出国。然后以上就是我能够提炼出的内容，就这样，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那个作为他这个工作两个地方就是数学上比较难，一个就是解爱因斯坦方程啊，那个在这种折射率这种关系的条件下把这个度规的形式求解出来。第二个就是在已知这种度规的情况下去计算光线的偏折率，虽然跟以前
看一下你的方向上的这种的吃饱细节啊，这个酒店这个做出一下方向这个计算上有点相似，但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啊，还是有各自有各自的复杂性，是吧？你这里面你看遇到这些方程，你如果你自己碰到的话，你可能不会解啊，你把它得到的解带回去验证发现是对的，是吧？就是像这个情况嘛，哈，现在它是一个静态的这种光球，如果这个光球你让它匀速转动，那这个二维这种平面这种，它是不是可以模拟一个旋转的这种，就是二维的这种推动，可以思考一下，就是假如它旋转的话，这个光球旋转的话，它仍然可以保持这个，二维的各项同性，对吧？它这个物质，它现在球对称的物质分布是黑洞的那个物质分布吗？你回答。对，就是它的这个，就是你爱因斯坦方程的那个，另外对那不是是那个物质那一点，就是 T mu mu 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就是那个，它是因为用天体物理里面的，就是相对的事情，应该是那些什么星体的大质量星体的一个，就那比如说它压强的那个就是它还不是黑洞那样的，就是它不是史瓦西的，应该不是史瓦西对应的那种，因为它度回都度回都史瓦西，那它是就可能像星系或者是像一些气体那个。星体之类的分布，因为黑洞是那个史瓦西度轨的一个星体，那这里啊，那度轨还是就不一样。我一开始也是用那个史瓦西那简单解不出来。它这个不是史瓦西，因为它是二维的，你史瓦西是三维的，维度不一样的时候，一个解不一样的。不是，它也是三维，但是最后用取二分之八的那个平面。啊？它也是三维，但是最后取那二分之八的平面。这个它好像是一个流体的，均匀流体还是什么流体？还是球对称的？球对称。这里就是二维的吧？三维。看你看它的那个度规的那个形式。度规还是三维？对，二维的。它入门里面就，对，就这个度规，三维呢，就是三维球状的，它只是最后取这个二分之八的平面，就跟那个史瓦西的度规，啊，那尺度是一样的。那三维的吗？它是度轨形式。哦，好吧。所以它其实这个是对应于一个，类似于可以等价为一个那种球对称的流体，一个星体给出来的这个引力附近的效果。这个光线天德它最后。能够得到类似这种透镜的分析是吧？就是你这个，我看你后面那几页，整个分项，那后面我看还没看，就是那个相当于那种薄透镜的那种，就是这个。因为后面有太简练，那就证明很短，那就没有讲什么，那可能。因为它光线过来之后呢，你看这个图就很像那个，对，就这个图就很像一个光从不连过来，然后汇聚到一个焦点上面。因为它变短角就刚好相当于那个汇聚到这个脸上一个变短角，所以它就类似于把这个焦距还有那个目距相距的一个方程类比起来。就是比如有一些啊，你那个刚才那个有一个超越方程的啊，对，那是哪一页？回到哪一页？你手写的那个超越，就是这一页。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在这里面你可以将它用 text 打一下，因为你手写的这个太难看了。就是说，你的推导证明过程有时候可以手写，但是那种要点是吧？
对对对，关键的要点你可以在这个词录入，然后截图，截图贴上去。学过两天的词没有？学过，但是因为它每项系数都有二，所以你很难自己抄写。因为它每项的系数都是不是常数的东西，就是它给出解出三角函数形式，所以应该不是。我是说你这个方程的形式，你把这个 text 打，你会不会用？可以啊。对，但是还不如直接用 text 打。哦，那也可以，就是说最好是一个，因为。容易你手写的话，容易人家看不出来方程是这个主意，是吧？那两点跟一点有的时候看不清楚，是吧？要点有时候关键的地方还是要用硬刷的。